红瓜舞团呐，咱们有法同你见面啊，可以啊。来，我们红瓜舞团绝对无你身头结几万，那马上为大家介绍。 边啊，这个呢，又或者你啊，跟伊只大摇啦，吼。大摇啦！啊，这边这个呢，又或者又是讲这小摇啦，吼。来，咱这边啊，非常的真个这辣妹啦，哈，今仔日的真欢喜的，要来这旅游，大家跟大家开讲什么款的大代志呢？就讲马英九啊，你执政十年了后啊，你才收到啥？啊，台湾的少年家啊，厝拢买不起啊，这就是马英九收不灵啊嘛。 这么遐侪尔吼，拢无进步啦，无怪吼，一寡政治拢欠好啦，歇过，歇过，那就下去，啊，一寡观众朋友啊，哈，今日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啊，咱台湾啊，真可怜的哈，今日一万吞吞的就是总统的啊，这种人了，你这个即马才知影少年家啊，输也是什么所在，搞在我咱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啦，哈，协助着这学院的领袖啊，直接冲入去立法院占领着立法院啊，我是都哪能有这知影讲少年家啊影响来有偌大嘞，所以讲这些拢是民进党最英明的嘛。 所以讲啊，咱这知影台湾啊，这厝啊，迄价钱比位都也已经飞上天啊呢，厝价钱也悬嘞，你看这个所得比讲十倍啦吼。台湾的少年家是全世界上痛苦的一个少年，爱做群啊，说马英九啊，你无需要做了遐尔艰苦嘛，你做总统了后，你来看卖啊，薪水啊，敢那三百万，滴滴答滴答滴答滴滴落滴滴落，落袂煞啦，啊，那不是跳票啦，就敢那旧的所谓同款啦。所以讲啊，恁民进党，我们民进党只甲你监督着，咱恁国民党也赶快去做了遮尔无，这是拢是马英九你只只无脑。 喂！这个是国民党哦，想要比一寡有诶无诶啦，啊，拢比未出啦，敢那了哦，跳起你搁跳起来，跳起敢那跳就同款啦，好啊好啊，要滚要滚啦，要滚要滚要滚啦，啊，观众朋友啊，你也知影，即六年代表着啥物？六年啊，会当互一个小学生直接毕业变做一款啊国小的毕业啊啦，哦，所以讲咱踮咧即个所在啦。 只要甲马英九小甲你靠近者，因为你的民调已经落底啊，你都落底啊，你规个什么代志拢莫做，对不对？纯两年七八外工的日子，你着好老公老婆老百姓，好好做代志啊，你什么代志拢莫做，绝对拢袂有问题，因为你做愈多啊，代志愈多啊，所以安那，一切拢听阮民进党来甲你支配就对嘛，民进党上赞啊！ 民众做的代志啊，所有的观众，所有的老百姓啊，就看这拢讲民进党有在做代志，啊，你国民党啊，做了无，紧紧话啦，吼、哦，上好呢，两千块十二，马上个变天，安尼就好啊，吼、哦，今仔就太平啦，今仔阿红瓜舞团啦，互你心头袂记了，今日节目到这，阿辉啊，继续来观赏阮阿红瓜舞团，来，落来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